各位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再一次同心合意来祷告。我现在要给各位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我今天在教会一起参与这一周的 VBS 的时候，我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正在进行 VBS 的时候呢，同工都很忙了，那我就走到一个教室那这个教室就是作为祷告室用的。我打开门一看，里面的陈设布置让我非常受感动，就是各位现在看见的这个照片。我可以想象在 VBS 有七八位祷告组的同工，他们就在这个祷告室中跪在主的面前，同心合意围一圈，大家同心来祷告，这就是一切侍奉的根源，祷告，用祷告成为我们一同侍奉的一个重要的标记跟努力的方向，更是侍奉一切能力的来源。我相信今年的 VBS 已经有两天了，都相当的顺利，我们恳求主为明天的 VBS 祷告，因为明天的 VBS 除了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热身或者是传扬熟悉之外，明天星期三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老师们会在参加的小朋友的这个面前分享他们信仰的见证，而且呼召他们信耶稣决志。我知道这次有一些 VBS 参加的小朋友呢，是从没有信主的家庭来的，这次是让我们很兴奋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触到一些没信主的家庭。我们这个 VBS 一方面是服务信徒的子女，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宣教的活动的动机，那就是将福音传给没有信主的家人和小孩子，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所以明天老师们会在各班不同的分班里面做见证，分享信仰，让这些孩子们从小有一个决志信耶稣的机会。请大家为这件事祷告，这是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特别纪念这件事情，我们用祷告来支持，来参与，来与众 VBS 的同工们有这么多同工投身在里面，有100多位同工在参加各组，那这么大的投资，我们恳求主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也是属灵的更新，愿主使用每一位。今晚我们虽然不一定能亲身参与 VBS 的侍奉，但是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前线或者后方，大家同心的来为这个礼拜的儿童假期圣经班来守望。主啊，我们看见我们祷告成为一切侍奉的根基和力量的来源，恳求主大大的使用明天众老师们在各班上分享他们的信仰见证的时候，他们能够放胆传扬，于是好消息就在小孩子的心灵中扎下种子，或者是甚至撒种也收获。愿主你亲自的恩待，让从头到尾这些的过程中，不止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更是赐给孩子们属灵上的觉醒以及觉志。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也愿主祝福在参与这个祷告会中个人弟兄姐妹的家人一起蒙恩蒙福。晚安。